cheap. Big C. Big C. Yes. Or Big C market 150. 150, 100, yeah. Okay? 150. Circles for so long. 你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 Big C。你知道来泰国呢，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做的。对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按摩。按摩。第二件事情就是逛超市，就是来 Big C 买零食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看 Big C 有什么必买的，跟我们买了什么，跟大家做一下分享。对，跟大家推荐一下 Big C 来这边一定要买的零食。When I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was lost. What a cold November night. When I met my Mrs. Wright. 我先去找看看，我刚才看到了啤酒，应该先来拿啤酒才对。这个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妈妈泡面，妈妈泡面，这可以吗？你要买多少？都快被你搬走了。就是、全部都买，每一种口味都买。这两个一样吗？这不一样。对，这两个还不一样。对，第一样推荐大家必买的就是妈妈泡。你看这看着就好吃。你那个，哎，你是看不懂泰文，他一定有写本图片，仅供参考。第二个一定要买的就是大哥。对，大哥花生豆。哎，你怎么戴那样啊？你看很帅吧，这副眼镜不错吧？好乖，它是有个 U 型。对啊，这副眼镜多少钱？你会让我买？我刚才挑了很久。这副眼镜有几个价格？在199。你看到19，大家觉得帅吗？觉得帅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真的吗？你看这边很特别，这设计很特别，色哦。其实大哥的花生啊，很多都很好吃。这个现在台湾 Seven 买到啦，只是说在这边买比较便宜，大家可以带一些回去当伴手礼哦。这65块罐装，对，袋装的是39块。这以前我们真的很爱买，真的吗？因为你看哦，这样一罐呢，这么大一罐花生才65块，60块台币多少？大概60啦，真的很便宜。所以这个也是推荐必买的第二样，大哥花生。你这次要买什么口味？我这次要买，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这种最基本的口味。我记得上次我最喜欢吃这个，我记得这里面有这种是包这个的，对，记得我没有吃过这样。而且我记得上次我们买了咖啡，原本以为不好吃，就咖啡口味还蛮好吃的。对，然后它还有这个 barbecue 啊，其实它这个是那个芥末辣口，其实它都蛮好吃。对，我觉得它都好吃。拿一个，好，各买一罐。我觉得大哥这个是很推荐啦，不过大家也不一定要在这边买啦。台湾包卖多少钱齁？台湾包卖多少钱？我看现在可能差不了太。其实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，就在台湾你不会想买，可是来泰国就想买一下。对，这个洋芋片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感觉是青椒口味，可是不便宜耶，149块。这牌子不晓得，叫做 Here's， 之前都没看过，感觉应该很不赖。第三样。再来第三样最重要的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来这我一定会买，就是海苔。可是海苔呢，它很不占空间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海苔啊，这个在台湾就买得到了。对，这是小老板，然后这是小浣熊。这两个在，这个真的超好吃的，这小浣熊这真的超好吃。对，那比较喜欢吃辣可以买小老板，它的辣真的蛮辣的。然后比较不辣可以买这种，它稍微吃起来甜甜，看你喜欢什么。对，可是它其实各式各样啊，我个人是喜欢吃这种整张的，就是。一张的，而且这个带回去啊，也比较不会压坏。然后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它这个辣、啊、真的是全全叉叉的辣，超辣。可是这真的很好吃，可是这个很多人都吃过，真的不错。这次买一点不一样的好了，我想要吃这个。然后啊，我觉得泰国的 Poke 真的超便宜，为什么可以卖这么便宜？对啊，泰国 Poke 真的很便宜，你看它日本的也才20。对啊，你看这个。你来这里就是，虽然说这些台湾都买得到，对，你来这里就是。觉得这个也可以买，那个也可以买，对啊，都很便宜，真的。可是它比较轻啊，你拿来看，哪有不一样？我觉得比较轻啊，没有，我觉得一样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才25块，这个也超好吃，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牌子的它都是出咸的那个牌子。
其实蛮推荐大家来泰国啊，也来买 Poke， 真的 Poke 好好吃哦。它会有一些限定的啊，可是现在有些台湾也有，像这个芒果不知道台湾买到买不到，不过香蕉台湾已经有了。对对，不然我们这次有买芒果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样推荐大家买什么？买这个限定口味的 Poke。有人决定还是把芒果放回去。然后，可是我们想要买日本的，对，这应该是泰国制的啦。所以我觉得它才这么便宜。对啊，对，我们决定买一个草莓，一个像 Oreo 的，啊一个蓝莓的三种。我想要买个咸的，买个咸的，上面那个。然后买一个辣的，它有辣的。我发现这个 Chen Beer 12罐一箱的才585哦。妈妈，你看，这箱才585。对啊，这箱585哎，冰箱冰，对啊，餐厅玻璃瓶的吗？对啊，玻璃瓶的，它几瓶？12瓶啊。来看一下哈根达斯吧，哈根达斯比台湾便宜一点点，这个雪糕99。哎，这个雪糕好特别哦，你看这个有哈根达斯 mini， 我不知道哎，你看这个，这台湾有吗？哈根达斯 mini 好可爱哦，好像真的，这有两个口味。对啊，它是，一个是哈密瓜。不是草莓吗？不是，感觉是芒果跟什么？这边芒果，看到芒果了。芒果跟 berry。小心哦。那个5罐。好。3罐。哎，最后一样你要推荐什么？最后一样推荐一个，妈妈祖父都很爱。而且超便宜的。很便宜，你看这个多少钱？19元。19元呢，真的轻松料理。对对对对，它我推荐大家买的是这个。这是什么口味的？泰式总是会有酸辣汤，可是如果你在台湾，你想要煮个泰式酸辣汤，你只要有这个，就是像康宝鸡汤块的概念，你只要有这个就有酸辣汤。不是，最主要太便宜了吧？这才18块，这个网络上大家超级推荐，大家可以买回去煮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对，这不错，这个我觉得很推，而且你看这送人这么小又不占空间，超棒。真的，亲爱的，我终于。我发现超越 Costco， 对它的鸡118，超便宜。哎、欸，台币这样才多少钱？可是冷的啦，冷的。对啊，可是18，100块啊，才100块出头而已，超便宜。而且它的德国猪脚，哎、欸、是怎样？159，上面是130、140，后面那一盘的肉6块。哎、欸，看一下白斩鸡，哎、欸，白斩鸡。这样子55块也超便宜的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你猜这多少？有这么多肉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加饭。这个如果在台湾的，比如说在百货公司，55块，在便利超商合理的55、55、60，便利超商带50，因为它肉只有肉啦。可是百货公司可能150，然后最好是，如果你是在鼎泰丰，这个可能要300。你刚才在乱讲。可是如果在这边的话，我猜这一个大概是40块，差不多。40块，对，40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40块台币3几而已。我跟你讲，再更低。再更低。再让你猜。真的吗？多低？有比你的智商低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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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怎么会嫁给我？是因为智商太低才嫁给我。好了，你猜多少钱？嗯，这一个。好，不该让你猜，直接公布答案。多少？26块。哦，他可能是已经快今天特价了。原本也是35而已，好不好？二十六超便宜的。哎，你看这样。你看这样，蛋、肉、饭35。哎、欸，这个打包猪看起来就超级好吃的，我天哪、啊！姐，这个是用喝的果汁的概念吗？真的吗？When I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was lost. On a cold November night, when I met my missus right, when my feelings come to life again. 亲爱的，怎么了？你会不会买太多了？还好吧。还好哈。哎、欸，买了800块。我们买的这样真的超重。超大一袋，因为它泰国物价大概还是台湾的2/3啦，所以买起来整感觉还是比较便宜，啤酒也比台湾稍微便宜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，便宜一点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结束了，我们回饭店累了。今天的影片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悠悠的频道哦。那好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Set my world on fire.